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豪车市场针对的是少数人群，但是豪车车企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，增加销量，也是各种优惠活动搞不停。这不，捷豹的一款车型原先售价40万，现在只要30万就可以开回家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这款捷豹就是 XFL 的车型，从外观看，捷豹车型都是有独特的标志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。前脸采用大嘴式的进气格栅，与细长的大灯箱结合，使得车型更加饱满。虽然是轿车，但是具有很强的运动色彩。从侧面看，比其他被统计车型要长一些，整条腰线横穿了车身，流畅的线条加上特殊的设计，让人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。在内饰设计上，采用的是捷豹家族怀抱式的最前沿风格，12.3英寸液晶显示屏，再加上10.2英寸的触摸屏，科技时尚元素极强的配置。为了增强驾驶体验，还在座椅上配置了加热通风，还有乘客后排的按摩座椅系统等，都是在细节方面的优势。还有一个不被注意的小细节，就是在车顶部分采用真皮包裹，独一无二。在动力系统上，捷豹 XFL 搭载的是 2.0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还有 3.0 升 V6 机械增压发动机。为了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性，输出功率有200马力、250马力、340马力，还匹配有 8AT 手自一体变速箱，再加上底盘采用的多连杆后悬挂系统，颜值性能都是加分项。这款捷豹 XFL 目前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奥迪 A6 和宝马5系，颜值不说奥迪 A6 配置不比宝马5差多少，但是价格可比宝马、奥迪实惠多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款车打动呢？